就请大航说几句话吧。加油，加油，我可以更好。那呀。好可爱啊，你特别可爱，很有感染力，我喜欢看你跳舞的感觉。当时跳完那第四 round 的时候，输赢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大家已经看到大航最好的，就是大航应该有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，大家已经看到了，评委看到了，其他舞者看到了，其他观众看到了，然后电视机前的大家可能也会看到，所以我当时已经放下了所有的就是丧的部分，心里的包袱已经放下了。五月至七月，这就是街舞第二季将在优酷独播，登录优酷 APP 搜索这就是街舞，四大福利活动等你来参加。六月八日晚八点将开启街舞战力复活榜，为你喜欢的舞者扔毛巾，助离场舞者复活，更可通过 VIP 专属福利额外解锁一个复活名额，并有机会获得神秘礼包，点击瓜分1000万，组队看街舞抢千万大礼包，单人最高可获得现金1888元。登录优酷或微博 APP 搜索这就是街舞，进入全民街舞活动专区，上传你的街舞视频，获赞高的用户不仅有机会在节目彩蛋中露出，更有机会与明星队长一起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。点击拼手速答题活动，每周前3名即可免费获得节目录制门票或精美礼品，快去登录优酷 APP 搜索这就是街舞，进入相应的活动专区参与活动吧。